2月21日，在《你好，李焕英》票房突破39亿这一天，该片导演、编剧、主演贾玲带着张小斐、陈赫、许君聪等主演来到成都多家影城与影迷见面，活动现场气氛火爆，笑声不断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贾玲还被男粉丝表白，有喜欢贾玲十几年的粉丝让贾玲当场落泪。当日，贾玲甚至遭遇了粉丝催婚。一位成都妈妈表示：“我来八卦一下，你看我们差不多大，我都有两个孩子了，贾玲你呢？”而高情商的贾玲则笑答：“那你有两个孩子，你给我一个得了。”